有人离开，有人留低，几年冇翻嚟，呢度好多嘢都唔同晒。我翻到香港啦，过一阵先翻嚟。有啲习惯系离开咗几耐都唔会忘记。牛肉酸菜鱼片三酸大辣。有时我哋最挂住嘅唔只系单纯嘅味道。哇，好辣啊！原来十小辣先至最小辣嗰个。更加系味道背后嘅回忆。我以为小辣冇十小辣咁辣噶。你好教我啦。好啊，你试下我哥。我嗰个辣过你啊！第一届文凭试大约有37%嘅考生攞到报到。我唔会唔记得当初一大班人将梦想挂喺嘴边嘅岁月。唔好睇啊！唔好睇或者打完波身水身汗去医肚。你个样几搞笑！你个样搞笑，需要咩衫啊嘛？你唔系要悭钱去外国读音乐咩？请我食三个啊！或者一起食一碗米线，当时已经是我哋嘅全部。唔该，大肚肥、尖椒皮蛋，全部都要。唔该，今日我第一次出粮，请食住米线先，好冇？咁咪好咯。努力系为咗令自己变得更好。得更好，为嘅又系咩咧？你琴日又见到我揾你噶嘛？系嘛？咁真系见到啦。可能我哋每一个都试过俾大辣冲昏头脑。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，我们会不会变得不一样？麻烦要碗竹荪腩肉蜜丸三小辣得了。 Thank you。你而家咁食得辣噶啦 ？OK 啦，跟你学噶嘛。离开又好，留低又好，当初留喺心里边嗰份熟悉嘅感觉，原来永远都唔会变。呢一份记忆中嘅味道，一直都会喺度。都仲系好辣。讲个冷笑话嚟听下。仔三哥以香麻辛辣成为香港人熟悉的味道。哇，好耐冇见啊！咁大个仔噶啦你，你真系好开心，咁大只噶你噶，哇！我而家开心到开始有心跳啊，仲系。阿仔而家唔使睇 menu 噶啦，我哋新出咗啲叫胡麻通啲，我话事，我帮你叫。